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极乐世界，29种庄严，前面我们学到观阿弥陀佛8种庄严，我们学到第5啊，今天我们从第6看起。6庄严上首功德成就，即曰：如须弥山王，甚妙无过者故。上首，可以说呢，是佛陀教化众生呢，不仅是一个人，当然呢，要有协助他的人。协助他的人呢，一定是大菩萨。那么还有，可以说也是帮助他的人。这帮助他的人呢，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皆是菩萨化身。譬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大弟子当中迦叶、阿难、舍利弗、摩揭尼、菩萨众当中，在中国就4大名山，诸位都知道啊，观音、地藏、文殊普贤，皆是释迦佛的上首。声闻弟子当中，是舍利弗、摩揭尼，这是帮助佛教化众生。还有一类都是佛的弟子，提婆达多，是世尊兄弟，智慧、神通相好，跟佛也差不多。那么他来表演的是表演负面的，正面负面我们都看到了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善恶果报，菩萨实行，不是凡人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现在问题，要做榜样啊！佛单单
用言教，当然佛有身教，本身做出好榜样，能看得懂的，善根福德深厚，能看懂。薄福之人呢，看不懂啊。看不懂，看不懂就得要表演。有从正面表演，有从负面表演，无非是让一般大众对佛的教化能升起深信不疑。能信，他就会发愿。发愿呢，跟释迦牟尼佛学习。将来呢，必定有成就。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。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的，诸位都知道，观音是指观音代表慈悲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这是正面的。其他协助的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，有十方诸佛如来，有诸位大菩萨，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，都是后部佛。文殊普贤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发愿求生净土啊！华严末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让多少修学华严的人看到了，原来文殊普贤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所以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没有不向往极乐世界的。文殊普贤带到大众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你看看这个迹象。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一点嫉妒心都没有。在一般人，我的道场，我这么多的徒众，你们统统都把他带走了，这成什么话呢？谁能办得到呢？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经，如果说别的道场些信徒统统跑到我这儿来了，你看他那个道场的方丈主持，他能开心吗？这是诸佛如来做给我们看的。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若要佛法心，除非僧赞僧。出家人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了。要互相猜疑、嫉妒障碍、自赞毁他，
这个佛法就要灭了。啊，我们看佛法兴与灭，就从这里看，准得很。啊，佛法在地球上兴灭是小事，在虚空法界，那是一个兴旺的场面。啊，你看诸佛如来讲经说法，啊，佛赞叹，菩萨不但赞叹，还去听法，啊，设方菩萨道，阿弥陀佛那里去参学听经闻法，同样一个道理。阿弥陀佛的学生呢，也就是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诸菩萨们，啊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地位不得了啊！纵然是你在极乐世界，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惟越之菩萨。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烦恼，不但没有烦恼，烦恼的习气都没有。啊，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！啊，让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的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断的？在莲花里头断的。啊，那个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是自己信愿持名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弥陀的愿力，莲花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往生的人并没有死啊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离开这个世界，坐上莲花走了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。啊，那么在莲花里面，他就有一个大的转变，蜕变。啊，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他，他的身变成法性身。我们这个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呢、啊。我们今天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是阿赖耶的见分。这是染污的，这是不干净的，这是有生有灭。又违法了。般若经上教给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有为法不是真的，有为法很苦啊，所以在莲花里头，无为有为法卸掉了，啊。孕育成什么身体呢？法性身。莲花一开，叫花开见佛，现出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皆是自摩真经深色身色身相。
世尊在观经上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身高大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毫，每一个毫发84000光，放光，啊，光中有化佛，有化菩萨，真的是无量无尽呐，无数啊！啊，这一些菩萨在十方世界接引众生，教化众生。啊，弥陀法相如是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的法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世尊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参访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，啊，去参观，去考察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总结成48愿。从48愿，从无量劫中积功累德，啊，这个功德里头流出来的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？啊，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我们去往生，给他添一份功德。这一份功德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真心切愿，我一定求往生，对求往生丝毫不怀疑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心切愿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就决定得生了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48愿里头10几愿呢，好像有15愿与佛号有关系。啊，显示出佛号功德。啊，佛号功德可以说圆满摄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，念这一声阿弥陀佛，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功德通通都念到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没办法跟这个法门相比啊，所以念一声佛号，消81劫生死重罪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人烦恼怎么断的？没断，没断，没有了。业障怎么消的？业障没消，也不见了。就是念佛功德，谁知道啊？佛与法身菩萨清清楚楚，他们知道。
啊，别叫三贤菩萨了，声闻缘觉他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凡夫更没法子理解。啊，这是佛给我们的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了。啊，非常难得。像这些离世因果，黄念老这一部集注啊，讲得清楚啊。啊，现代科学家发现念力的秘密。是世尊说法有力的佐证啊，他来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心里面想佛，口里念佛啊，身礼佛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，所以这两句话赞叹上首功德成就啊，这些人的功德如须弥山王，一切高山须弥山最高啊，圣庙没有能够超过的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所遇的缘都无比的殊胜啊！无论这些菩萨从正面示现，还是从负面示现，全是帮助我们成就道业啊！佛菩萨心量真正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啊！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生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，接受教诲，同时他能够分身，能够化身啊，分身无量无边，到十方世界去参访，去供佛、修福、听经、开智慧，极乐世界的庄严无与伦比啊！十方世界的人到极乐世界参学，极乐世界的人呢，同样也是到十方去参学。这是什么？这显示出佛赞佛，僧赞僧啊！那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你看出这个和谐啊，融合，你能看到一片祥和的气象。所以在变法界虚空界，佛法是一片兴旺的气象
啊，互相尊敬的迹象，互相赞叹的现象，互相学习的现象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门户之间要放下。大乘法里头没有门户啊，中国古谚语里面所谓“量大佛大”，阿弥陀佛的量大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量大，十方诸佛量大，十方菩萨也量大，没有听说哪一个小心眼的，哪一个人有自私自利的，没有，一个也没看见的。所以这个偈，赞佛赞菩萨，上首更不必说了。再看下面第七，庄严主功德成就，既言呢天人丈夫众，恭敬饶瞻仰。这是庄严主功德成就。有人见佛，虽有大众众中也有对佛不甚恭敬的人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就有这些人，这些人当然都是实现的。佛陀示现在世间，就好比来唱戏一样。释迦牟尼佛唱主角，其他的唱配角。配角里头不能小看，这经营的信息都给我们透出来了，我们要尊重，要十分尊重，因为经教里头告诉我们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间，千佛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弟子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这里都有千佛了。如果不是佛，他在佛面前提不出问题出来。其实提问题都是替我们凡夫问的，他哪有不知道呢？这一问一答，我们在旁边听到开悟了，得利益了。经上是在讲，也有透露消息。文殊普贤观音师侄早就成佛了。在极乐世界是菩萨身份，帮助佛教化众生，乃至于声闻当中、缘觉当中、人天当中，通通都有佛再来的，古佛再来的。舍利佛目犍连也早就成佛了，古佛再来的。
啊，实现正面的，也有实现反面的。于是，我们想到《华严经》上53层，53位善知识，个个都是古佛乘愿再来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。你看，他们实现的，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啊，甚至婆罗门实现愚痴。甘露火王实现嗔恚，这负面的。法所弥陀女实现贪婪、贪淫、贪念，这贪嗔痴啊。啊，善财童子就犯去参访。你看，有礼敬，没有赞叹，对负面的没有赞叹，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有遣罚。啊，正面的呢，有礼敬，有赞叹，有供养，有遣罚。啊，我们的细心就观察了，菩萨实现。让我们在这些视线里面去看，去体会，去觉悟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啊，问题是你会不会呀？你要会呀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；你要不会呢，没有一法是佛法。佛法在我们的心中啊，不在别处啊。啊，佛在世，有一个弟子，出家弟子，向佛提了个问题。啊，他说他有14个难题，无法解决。啊，世尊要不能替我解决，我就不学佛了，我就学外道去了。啊，这是释先生，释先对佛不敬。啊，常常找佛的缺点，找佛的误事。啊，有没有被找到呢？有时候也被找到。啊，那个找到释迦牟尼佛也是实现。这是僧团里面，僧团外头就不必说了。外面的嫉妒障碍。啊，佛做这些事情，是告诉我们。后来的弟子啊，自行化他不是一桩容易事情，不是一帆风顺啊，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菩萨修行的6个科目啊，每个科目里头内容无比的丰富，不时讲求放下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成佛了，把它摆在第一了。
上上根的人就修这一样就成佛了。一点麻烦都没有啊。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，放下执着，执着是见思烦恼啊，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，错误的看法，不是正确的。能把这个放下了，就证阿罗汉果。证到阿罗汉果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，没有了，真的像一场梦，梦醒过来了。梦中境界不见了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六道决定不是真的啊！你有执着，就是有见思烦恼，就有六道轮回。见思烦恼断掉了，放下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这个放下就是布施啊，啊，布施的意思就是放下，就是啊，放下分别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你就成菩萨了。放下无明，无明就是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看多简单，一个布施波罗蜜，证阿罗汉，证菩萨，成佛，都在其中。啊，六度里头，从事上来讲，布施是首，布施第一。啊，从整体来讲，般若波罗蜜第一智慧。说实在的，肯放下的人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不肯放下。般若波罗蜜里头有智慧，就有成就。般若波罗蜜里头没有智慧，那是人天福报啊，修福啊。啊，你修的大福报，你所感的今生后世得福报，享福啊！啊，那你造作的不善的，你就会得到灾祸。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现世所得的叫花报啊，来生后世果报花报善，果报一定善，花报不善，果报决定是三途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主功德成就，主是如来。世尊当年在世，
啊，延伸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学佛，啊，坐在这个讲台上，这2个小时的发挥，啊，我就是主啊。啊，寺院庵堂方丈住持是一寺之主啊。啊，延伸的意思，深广无际。啊，主的功德庄严。啊，要靠什么？要靠戒定慧。啊，戒定慧从哪里做起？从做人做起。师尊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是敬业三福啊！啊，第一条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，诸想想。这一条能做到，大众能对你不恭敬吗？不必求恭敬，人家自然对你恭敬。为什么？有德行呢。你真的做出来了啊，这个人是个孝子，不但的一个地方人对你尊敬啊，听到你的名声的人对你都尊敬。啊，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。啊，尊师、孝亲、尊师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要人尊敬，《弟子规》都做不到，那就难了。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是修行的基础。啊，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佛法十善业道经，十善看起来不多，这十条啊，做起来不可思议啊！阿罗汉做出来了啊！做出来给我们看的三千威仪，你看十条变成三千条，小乘、大乘菩萨把这十条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展现出84000细心，84000细心，把它综合来讲，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展开来是84000细心，归纳是十条。十善业道，佛法确实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三个根都重要啊，用这三个根去学佛啊，学佛是第二福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就戒律特别重要。末后第三句是定慧，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那是定慧。
啊，这是佛法教给我们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包括净土法门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都得要遵守这个规矩。啊，佛末后一句话说得好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。啊，这就讲得好了。不止是释迦牟尼佛，过去一切诸佛，现在一切诸佛，未来一切诸佛，能修行成佛的都守这三条。违背这三条里头任何一条都不能成就，这个开始多么重要。那我们把第一条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弟子规、感应题、感应篇、十三业道经，啊，第二条，三规五戒，十善、沙弥、略依，我们根性劣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乱世啊。发弱魔强啊，想大成就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第二，这个学佛完全落实在基础上啊，希望呢我们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跟沙弥略依。过去欧耶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欧耶大师受戒之后退比丘戒，一生守住沙弥菩萨戒啊，所以他有一些著作上面写上是菩萨戒沙弥，这下面他的名字，不敢称比丘。他的学生称师，师父称沙弥，学生不敢称沙弥。啊，学生称什么呢？出家优婆塞，不敢称沙弥。近代弘一大师一生自称出家优婆塞，这名实相符。啊，沙弥理由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清清楚楚，老老实实。啊，称法师没关系，法师在家居士都可以称。啊，称和尚也没关系，和尚在家居士也可以称。啊，这个名号要知道，你能够用佛法教别人就叫法师，男女老少在家出家没有机会的，都能成。和尚是印度话，啊，翻成中国是清教寺，
直接教我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和尚。那我这一生有三个和尚，用印度话的称呼，方东梅先生是我的和尚。我这个启蒙是他教的，张家大师这出家人，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，是我的和尚。我这个佛法是跟他学的，他传给我的，比丘不能成啊，沙弥不能成啊，比丘沙弥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，比丘是大乘啊，沙弥是小乘啊。我们见面都要顶礼啊。我们的德行不如他了。所以这个称谓不能不讲究。不能搞错了。所以天人丈夫中啊，主一定得这些人恭敬绕瞻仰。对佛哪有不尊重的，哪有不瞻仰的？三昧水忏，诸位读过，五大国师。好像五大国师从小出家，14岁登坛讲经说法。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人涉世高僧，修得好啊，没有是人生，死了之后又到人间来了，又出家了，涉世的人生出家，成为一代国师啊，国师。不容易，多么大的福报啊！涉世修行，可是还是有一点失误。看三昧水忏，你就知道了。皇上拜他做老师。他也没有怎么样。到皇上供养他，有个沉香宝座，叫太师爷。沉香木雕刻的，真名贵了。他接受了，就升起一点傲慢心。觉得说这很荣耀。非常光荣啊，你看天下出家人哪一个人能跟他相比，这么一个念头惹到人面疮，几乎送了命。你看看涉世高僧，这是顺境啊，善缘呢，自己受不了啊，起了一点傲慢。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，这个冤亲债主也非常厉害，是过去他杀了别人，人是个好人，他杀了他，
这个冤亲债主跟他实施，天天在旁边等。啊，他修得好，有护法神保护着。这一念傲慢心起来了，护法神离开了，他趁这个机会找到他，报复他。啊，我们今天讲附身呢，这附身的时候就长了个人面疮，那个人面疮就是他的冤亲债主，是来要他命的。啊，毕竟他修行有成就。啊，感动迦诺迦尊者阿罗汉来给他调解，把这个事情原原委委讲清楚。啊，阿罗汉劝他，云戒要戒，不能再戒。啊，冤结要不能化解，生生世世。互相报偿，没完没了，双方痛苦啊，不是一方啊，两个都痛苦啊。啊，他接受调解了，这才离开，他这个病好了。啊，迦诺迦尊者就是用慈悲三昧水忏修这个忏法，啊，接受了，把这个事情化解了，这个忏法留下来。啊，现在还很流行。啊，拜水忏的人不少。啊，一个人能把握住自己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难呐，太难太难了。啊，世事高僧呢，都还有失手的时候。我们怎么敢保证？啊，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全身投靠阿弥陀佛，不再打妄想了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到极乐世界才算我们修行真有了保障，不会再有任何障碍，不会再有任何果报了。啊，这一些通通凭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为我们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再也不遭难了。纵然是冤亲债主看到我们，对我们也赞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成为弥陀弟子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学生，这沾弥陀之光啊，在一切诸佛刹土，诸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弟子都会特别欢喜，特别尊重。啊，我们的认真修学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啊，人间天上，一切福报我统统放下。啊，边都不沾了。为什么？沾上一点点，恐怕往生
就成问题了。这个机缘不容易遇到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这一生遇到了，啊，轻易疏忽而没能去得成，你说这多可惜啊！之所以不能去，没去成，就是对这个誓缘里头有贪念。顺境善缘有贪念，逆境恶缘有怨恨啊，这种人不能往生。啊，纵然是善缘，是好事，利益众生的事，我们要常常想到，能不能像诸菩萨三轮体空？啊，真正做到三轮体空，那就没障碍了。啊，三轮体空，简单一句话说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。心，这个真能成功。啊，这个境界是华严经上所说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不能去尝试。啊，这个东西尝试不得了，要远离。啊，所以主一定要得，大众恭敬围绕，斩两之间。啊，也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佛在《梵王经》上给我们列了两条重戒，啊，教导我们对于过处要恭敬。啊，但是这两条呢，很少人知道。啊，我们过去学佛，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常常讲，所以我们耳熟啊。第一个是不作过罪，第二个是不谤过主。梵王菩萨戒里的两条啊，啊，不做过贼，就是你是个出家人，尤其是受了菩萨戒，啊，不可以做损害国家、损害社会的事情，这决定不许可的。第二个，不帮国主，国主就是国家领导人。上面从国家领导人，下面到我们居住的村长，村长是我一村的领导人啊，啊，也就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，啊，中央的、省的、市的、县的、镇的、乡的、村的，啊，那个村长都是我们领导人。我们对他要恭敬啊？为什么？他是一个村长，我这一村的人，我住的这个村80多户人家啊，80多户人家对尊村长都尊敬，他好办事啊。
啊，这一村人那和睦相处啊，能互相尊重啊，啊，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、互助合作，你这个村多好。啊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欢喜，生欢喜心。第一个就我小村，啊，我这个小村里面的居民，人人见面都会打招呼，啊，都会问好，这是我们要带头去做的呀。佛教我们修四摄法，头一个就落实在我们的邻居，啊，在我这个村里头。啊，四摄法真管用啊！啊，四摄法第一个，布施。啊。我们有好吃的，分给大家。啊，这虽然是个小事，真正联络感情呢。啊，这个小镇人有困难，我们能帮是帮上忙。全心全力帮助他，照顾他。啊，不能把他当外人呐，邻里相当一家人呐。啊，我们学习伦理道德，都就好啊，做出来给他看。他要来问的时候，讲给他听，不厌其烦，详细解说。时间久了，这一层都会感化。我们在澳洲土巴的小镇。这个小城的居民10万人，人不算多，但是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啊，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嘛。啊，我们这10年就做睦邻的工作。啊，10年如一日啊！这小城人确实产生很大的变化。啊，都能够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这个小城有10几个宗教。啊，这些宗教的领导人。大家在一起，常常在一起聚会，有个共同的愿望，希望把这个小城建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。好啊，我真是多元文化，你看80多个族群，说话是100多种言语。啊，在这个小城，10几个宗教，政府欢喜。啊，主管治安的单位欢喜。啊，对他们这个想法非常支持，现在已经付出行动了。啊，行动从什么地方落实呢？从宗教教育。啊，这是我劝导他们的。啊，你们每一个宗教对你们的信徒，
啊，要讲经，要教学。啊，如果不讲经，不教学，效果收不到。不但要讲自己的经，深入自己宗教经典，还要听别人的。啊，十几个宗教啊，每一个宗教经我们都得要听啊。为什么互相了解，才能够化解矛盾？啊，宗教才能变成一家人。啊，我们一家人的理想目的就是我们这个城，这十万人聚集，希望能做到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共同目标。那你经典里面有同的，也有不同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经典里头，啊，真正要做到求同存异，啊，共同的通通提出来学习，不同的放在旁边，慢慢再研究。啊，先把共同的部分，我们把它做出来。啊，不要回报，不要批评，啊，不可以对立，这就变成一家人了。啊，他们现在做的很认真在做，啊，我建议他们一年至少有三次做工作报告。啊，每一次这个活动呢，五天的时间，这十几个宗教，每一个宗教有两三个小时报告，我这个宗教在这4个月当中做了些什么工作，啊，讲了些什么样的经，讲的什么内容，有什么效果，啊，大家互相每个宗教在一起学习。啊，希望一年这个小城做的这个成绩真正做出来。啊，真做出来了，我答应他两桩事情。啊，第一桩事情，我答应他在这个小城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。把这小城每一天的生活向全世界播放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和谐示范点。啊，你们要看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文化啊、不同的族群，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到这儿来看、来参观。啊，第二桩事情。我一定带到大家在联合国做一次汇报展览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啊，他们非常欢喜啊，真做得到啊，这是我们在那住10年奠定下的这个基础。啊，10年当中，我们对这个小城没有别的，就是对每个人尊重，对每一个人爱护。啊，有困难，政府就要提出来，我们全心全力去协助。啊，10年如一日啊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做到。啊，我们在那边这个道场也是个功德主。宗教要落实教育。教育要先教育自己。
自己没有教好，不能教别人。啊，自己教好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能给别人做好样子。这个事就能做成功啊。啊，所以佛能做到，天人丈夫众啊，恭敬常围绕啊。我们要学佛了，他为什么能做到啊？啊，要向佛看齐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实实在在说，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榜样，都是我们的模范。啊，我常说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，格物致知，跟他学，他做的彻底。啊，诚意正心就是发菩提心，要跟他学。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今天图文把宗教发起的，那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用宗教的爱心来做基础，用宗教的教学来落实。啊，真做成功了，让全世界知道宗教教育的力量非常伟大。啊，真正能帮助社会解决问题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条，庄严不须做住持功德成就。啊，寄愿寄言，观佛本愿力，欲无恐过者，能令速满足，功德大宝海故。这是阿弥陀如来本愿力。后头有挂符，简单解说，把它念下来。德非作德，在非守在。这两句话怎么说呢？做好事要不鞠躬，别人服你啊。啊，所有一切成就的功德推给别人。啊，千万不要自居。做错了有过失，我承担。不要让别人承担。那是从哪里学的？跟佛学来的。啊，德作非德，把得失心放下。啊，没有得失。啊，真正有利益有好处，别人。不是我的。啊，早年2006年，我们在庐江汤池做了个实验，做成功了。我对我们的老师说，我们决定不能够鞠躬，
决定不能够有傲慢。传统文化丢失了200年，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把它做成功，这是祖宗之德，祖宗的价值，三宝的价值，绝不是人力，更不是资金能做得出来的。这是我们先决条件呐！啊，一鞠躬，人就傲慢，一傲慢就完了。你全功尽弃呀！这个事情做好，人民有福，国家有福啊，世界人类有福啊。啊，我们付出一点辛劳，做出一点贡献，应该的，应尽的义务啊，丝毫骄傲都不可以。啊，老师不错，能听得懂我的话，能接受，我们很虚心，谦虚恭敬谨慎来从事与这个工作。啊，那么这个实验产生了影响啊，对社会起了作用，对整个世界也有影响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做了报告，当时教科文组织拥有192个国家，这些大使代表都想到汤池去参观考察。啊，这是稀有难逢的因缘呐！啊，虽然不是很圆满，联合国一直到今天，对我们那次活动念念不忘。啊，今年还写信给我，希望我再去办一次活动。啊，我很感谢他。上一次我办活动有汤池，这个实验做报告，现在要求我办活动，我没东西拿给大家看，口说无凭呐。啊，要有实。真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看，所以我答应澳洲啊，你们能做好，真正做出好样子，我到联合国做报告，把你们统统带去。啊，希望这个好榜样啊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。希望大家去看，希望大家去学习，啊，真的会帮助我们化解冲突，会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安定和平。啊，这功是你们的，我替你们做宣传。啊，我还是待在香港讲我的无量寿经，我什么都不要啊，名利统统不要。
这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！没有这个缘，不攀缘；有这个缘，找到我了，我一定会去做。啊，再辛苦，我也去帮这个忙。啊，所以德作废德，在非受在，啊，这就是不鞠躬，好事推给别人，坏事自己承担，啊，这样做就对了。那愿已成立。啊，愿产生力量了，力量呢，离已就愿。啊，愿跟力结合成一体，是愿不突然，力不虚设，力愿相符，毕竟不差了，这是成就啊！啊，持非能持，住非常住啊，这是。宇宙之间的真理一定要懂得，真懂得了，你就永远保持你一颗清净心，不受染污，不受诱惑啊，你才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那么观佛本愿力，本愿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成就了极乐世界。这一桩事情记载在《无量寿经》上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对这一段的经文有详细的注解。啊，这个注解来自于八十三种经论。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句句话都有根据。啊，这是稀有难得的一部好书。啊，我们读了，确实没有一个人空过。你学了之后能开悟啊！啊，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出现于世的总目标。啊，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苦从迷来的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。啊，看错了就是你见错了，你的见解错误了。啊，解是思想。你见解错误了啊，言论也错误了，你的做法也错误了，带来是痛苦啊！啊，佛知道啊，乐从哪里来了？乐从觉悟来的。啊，真正明白啊，宇宙万物人生的真相，你真正觉悟明白了，你的思想纯正，你的见解没错误，你的言行，
你的造作决定合乎礼义，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就现前了。世间所有宗教教义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呀，每一个宗教都讲啊，我们怎样把宗教团结起来呢？就凭这一个词，你看，你的宗教讲，你的宗教，你的宗教都讲这个。啊，我们只要把这个爱心找回来，爱自己，爱你的宗教，爱一切众生。啊，宗教没有说爱信徒。啊，信徒是当然的，不只爱信徒啊，深爱世人，世人有很多不是信徒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说深爱信徒，不是的，深爱世人。啊，佛法讲大慈大悲，不是佛教徒，佛对他还是慈悲。没有说他是佛教徒对他慈悲，不是佛教徒就不慈悲了，没这个说法了。啊，佛教讲的跟人别的是不一样，佛教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我们对佛尊敬，对一切众生就要尊敬。对一个众生不尊敬，就是对佛不尊敬。啊，这些真实道理，我们一定要懂。佛天天在教导我们，时时刻刻在教导我们。啊，最简单的讲法，什么是佛？这个要搞清楚。啊，很多同学有人问你，你学佛了，佛是什么？你怎么说？啊，佛是我家里供的佛像，真不行啊。你也没说错，但是不能说你对。啊，最能够让现在人一听就懂得的，我们受三皈的时候，师父带我们念三皈偈子，皈佛二足尊，皈法利欲尊，皈依僧众众尊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来讲皈依佛法。佛是什么呢？二足尊。二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福报，你要不要？第二个是智慧。足是满足了，就是圆满了。啊，福报圆满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这就叫佛。啊，那么佛的教育就是福报的教育，智慧的教育，你要不要学？啊，你想有大福报，你想有大智慧，你就到佛教里头来学习，他就教这个东西，这大家好懂啊。啊，不要去跟他讲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把人都觉糊涂了。
现在人就是求福求慧呀、啊，还有个你要跟阿弥陀佛学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，你想要的无量寿啊！你看，有智慧，有福报，又有无量寿，那到哪里去？跟阿弥陀佛学。我早年住美国。啊，我住在加州，我们邻居都是当地美国人。啊，住了2个多月，有一天，有几个人来访问，问我们是做什么的，这个意思，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？啊，从事哪个行业的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你们每一天都是笑容满面、欢欢喜喜，这么快乐？啊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哦，问到这个，我说我们是学佛的。啊，他就问我佛是什么？我说佛是快乐，我要快乐，他想要快乐，极乐世界嘛，快乐嘛。啊，佛是清净。心情他要，啊，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他要。佛是健康长寿，哦，这个他听得更高兴了。我说那好，我们在那有小道场，小佛堂。我说我每个星期六啊，为你们开课，欢迎你们来学。你们星期天上教堂，星期六到佛堂，没冲突。教堂里的神是你们的父亲，啊，你们父子嘛，神是你的父嘛，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嘛，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，你当学生没冲突，啊，在家有父母吗？上学有老师吗？啊，绝对没有冲突。很多人都来学，啊，这个学校是叫什么？叫你快乐，叫你清净，叫你健康长寿。啊，所以了解现在人的根性，他想什么，他想求什么，我们都满足他了。你看，欲就没有空过，能令速满足，很快即得满足。啊，今天人大家迷信，迷到哪里去了？迷到钱里头去了。啊，从前的钱，古时候的钱，是铜做的、铜铸的，当中都有个洞，迷到钱眼里头去了。现在的钱可怜，是一张纸啊。那以前的钱真有分量，很重啊！现在纸没有分量了，啊，迷在这里头去了。啊，他没有别的想法，念念都是想发财。啊，那你碰到这个人，佛大财主，大福报嘛！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你看还得了吗？啊，你要想发财，你不学佛，你怎么发得了财呀？啊，学发财，佛门里学发财，发了财，心安理得，就快乐无比呀。啊，财从哪里来？财从布施来的。你命中有财。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修的多，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你跟人家一样做生意，他赚钱你蚀本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命里头有，你命里头没有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，
命里头有财嘛，丢都丢不掉啊。啊，他有个好朋友，陈郎居士。啊，这个居士修道学佛。啊，他常听我讲经。前三年过世了。啊，也80多岁。陈居士告诉我，李先生30岁，从潮汕到香港来做生意。年轻人30岁来创业，他们遇到了，啊，他给他算命，啊，算命就问他，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富啊？你就满意了。李先生说：“我能有3000万，我就非常满意了。”啊，陈先生告诉他：“你命里的这财库啊，是慢出来的，不是平的，是慢出来的。”就告诉他：“你将来是香港首富，不止3000万。”啊，这样一来啊，这个李先生跟他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常常往来，啊，许多事情都向陈老请教。命里有个注定的，啊，所以他无论从事哪一行，他都赚钱。这命里有吗？佛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去种那个命里头的财库啊，这个东西重要啊。你财库空空哪来钱呢？不可能的。我年轻也遇到算命的，不止一个。啊，许多我不认识啊，学佛之后，这些同参道友拿我的八字，那个人算得灵，这个算得不错，都拿去给人看。啊，看了之后说，我的财库空空啊！啊，我出家老师给我起的名字很好啊，叫净空啊，财库空空啊，真干净啊！啊，所以如果不出家的话，贫贱之命啊，会很苦一生呐。啊，财库空空，没有钱，干哪个行业都没有钱赚。我出家之后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叫我，啊，大概他看出来了。我没有财富的命啊，但是弘法利身呢，又少不了财富啊，所以他就叫我，告诉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教我修三种布施啊，财布施得财富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我年轻对老师非常尊敬，老师说的话我真干，啊，真的依教修行，啊，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，每个月的收入仅仅够生活，没有钱布施啊。
老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可以，一毛钱行。一块钱行吗？一块钱很勉强，可以，还可以。他说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就不是。心里面常常有布施这个念头，不能间断。有多少力量，你就做多少，不要保留。啊，我就听话。我做了61年了，61年，得什么结果呢？我可以告诉诸位，我大概在60、70岁的时候，就心想事成，办一桩事情，想要多少钱，哎，不到1、2个月，人家就送来了，送来的不多也不少，够我办事。真的是想多少就有多少。从1999年，我心里有个，我没有账本，不记这个东西，啊，大概的数字，每一年做这些好事啊，要1000万美金。啊，钱从哪来的不知道。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的命还短命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寿命只有45岁，我今年85、86啊，多活了41年了啊，这是学佛转过来的。不学佛决定得不到啊。啊，学佛经看多了，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离根四都懂得了。依照佛经去修行，无往而不利。啊，守住一个原则，就是此地佛所教的。啊，得非作得，在非受在，持非能持，住非常住，三轮体空啊！啊，事情做完了，脑子里都忘得干干净净，别去想它。做跟不做是一，不是二。做有缘就做嘛，没有缘不要去攀缘。啊，我想做一桩事情，我不会想的。有人送那些钱来了，我才想事。啊，想这个钱怎么用法？他不送来，我不想他。啊，我天天享福。我想经典，啊，我不想别人送钱给我，为什么呢？送给我的时候，我要去想这钱怎么用，操心呐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无事最好啊，啊，可是偏偏要送来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就替他做好事了。啊，前年做一桩好事，今年才完成。啊，这一桩好事也是人家把钱送来了，正好遇到。商务印书馆要重印再版《四库全书》，
这是好事情，这中国国宝啊。这个东西能救国家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所以我给他订了100套，一套给我最优惠的价钱。我这100套嘛，谁给他买100套啊？1套5万美金，100套500万。啊，这个生意圆满了，书也给我了，钱也给他了。啊，世界书局应四库会要。啊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。啊，过去他印第一版的时候，我大概买了将近70套。啊，那是有钱就买，有钱就买。啊，现在他要印第二版，来找我。我就跟他讲，要老价钱，不能赚我的钱。老价钱，我给他订200套，也是500万美金。你看，1000万美金。啊，那么这一套书呢，最近印好的，啊，才交货，还没交完，过保啊。用什么方法保留着国宝？现在大家想灾难很多啊！我把这些书放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，灾难不会遍地，总有地方保存呢。我们这些东西不会丢掉啊！我是基于这个考量，这个事情是大事。你看，正好有这么一笔钱来，啊，做了这个好事，啊，都是很快呀，来了，很快就走了，啊，都是缘分。你看这些书店，他来通知我，他不通知我就算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通知我，正好钱放在此地，赶快把它用掉。啊，所以知道什么叫好事，啊，《大藏经》这么多年来，我赠送的标准是10000套，赠送全世界10000套《大藏经》，现在大概。差不多也快到这个数字了，啊，可能还差1000多套。啊，这是对法宝，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才呀，都要有人去念的。所以我在全世界各地提倡文言文，希望年轻人有人真正发现学文言文。啊，不要害怕没有出路。啊，真正文言文学好了，10年之后，他就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。多少大学开中文课程呢？都要请你去做老师，肯定有出路。啊，为什么？中国这些宝贝。四库会要，里面讲的什么？我们用四书上的一句话说，这里头的内容是格物致知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都在这。你说你要不要？你要真正认识了，都想要啊！想要就要学文言文
啊，文言文，因为它是文言文写的，你才能看得懂。啊，如果经过别人翻成白话文来教你，变味道了。啊，你是学会有文言文，你去读这些东西，原汁原味，你就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。啊，我不希望你去搞政治，希望你教书，把后代教好啊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旧世界。啊，那需要第一流的好老师。啊，我天天想这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这是观阿弥陀佛八种功德成就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